天气冷了，姜母鸭开始发威。台南新营有一家姜母鸭店，店里招牌的脸盆姜母鸭让好多饕客每年都来报到。老板当初开店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自己爱吃，他爱吃到跑遍全台湾，还吃出了心得。所以当他必须帮家里的长辈偿还债务的时候，他就想干脆来煮姜母鸭吧。而从饕客变成老板，他也下了不少功夫，拜师学艺，改良口味，并且不计成本用最好的食材，甚至端出大脸盆，不怕客人吃，就怕客人不吃。就这样累积出好口碑，店面就算不在市区，依旧是人气强强棍。就我所知道，我民国75年就有人找我吃姜母鸭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姜母鸭是什么东西。然后真正接触到姜母鸭的年代大概是民国77年左右。我喜欢的程度应该讲说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会让我想大老远的，比如说我从新营跑到台北啦，或者是台中啊，想去吃某一样东西。有道是同一件事做久了还能够不腻，那就是专家。那么刘在勋爱吃姜母鸭，应该也能这么解释。从一个老饕变成老板，吃了30年的心得报告比当厚厚一本。姜我选择比较就是2年至3年的那个老姜，而且是高山的。一般的话，我们这边可能就要倾向阿里山以上的那个老姜。比起本姜，老姜的辛辣够剽悍，保存的久，水分也相对少了许多，或者麻油炒也得反复加水才拌得起来。是，就是你开头特殊的由来。没错，吸附在姜块里的中药配方有10几种，是平衡汤头的高干调味。在福起两的姜母鸭店，从锅底鸭肉到每样食材水准几乎协和的完美，哪怕是面线上的葱酥不喧宾夺主，也能让馋人销魂。饭的话，它可能需要的就是黄金色，那我们不需要那一块，因为我们会整个潮湿，面线是湿的，好，你如果用那个它不会脆啊，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让它把葱酥打碎，让它整个味道都可以让在整盘面线里面。那面线好啊 ，Q 啊，然后很有弹性啊，现宰的。每一家都把说他们现宰。不是，它吃起来就特别 Q 啊，跟别家比起来就是比较好啊。十几年了，很多年了，10年有，差不多。这个礼拜吃第几次了？第10次，差不多两三天就来一次了。两三天就来一次？哎，两三天。你好假，以为的必应吧？难得刚刚喝加姜的味道也很浓啊。真要拆解秘方，外行人也未必猜不出来，毕竟凡人都有明辨咸鱼的嘴。但刘在勋是做了生意后才明白，想天天都卖现宰的新鲜鸭肉并不简单。2、3组次啊，我们的量不够，他会叫我们2天或3天叫一次。那我一向是比较着重于食材这个区块哦，每天新鲜哦。啊，后来有一次送来的鸭子哈，它基本上是臭掉了。以我这么重视食材这个区块哈，他竟然还教我们把水洗一洗，然后米酒跟麻油跟姜加重一点，那个味道就盖过了。那我就很生气跟他讲说，我这些东西啊，你叫我端出去，我端不出去。30年前志不同道不合的肉商自然就此缘断。不过本来还只是女友的谢慧茹，到从此与他相互扶持，缘定一辈子。理念对了，两个人经营的小店一刚开始口碑就不错，苦的却是忙到连结婚都得迁就生意淡旺季。没有啊，他也很老实啊，他就说他们家是养鸡的，他是养鸡对。他就说，其实他说他也没有很多钱啊，他们家还有负债啊，他
没有骗我啦，没有说哦，银刀做不亚很有钱还是怎么样啊？啊，我就想说啊，看起来都就老实老实的，比那种浮夸的那种富家子弟好多了啦。啊，不知道一头栽下去就是很累的一个。养鸡人家当年会负债，起初还真的是因为禽流感，只是老人家想快点清偿这几百万，却选错方式。那个年代啊，不夸张，那个是他们鸡出来没有办法卖出去，就是整个包起来丢掉，真的那一阵子真的蛮累的，可能一季下来就会赔个好几百万吧。唯一的方式就是断得到经济来源，要不然你知道赌博人，他没钱的时候他就不赌，或者是没有地方借钱的时候他就不赌。眼看家里负债数字越来越大，姜母鸭生意再好，赚来的第一桶金也缓不济急。刘在勋开始投资起股票，这是他认为最短最快的还债捷径。40万要补，没有怎么办？因为他输了，因为他玩融资，每天筹钱的压力压得两个人喘不过气。对比姜母鸭店每每入夜人潮就络绎不绝的风光，刘在勋实在开不了口，总是怕父母亲操心吧。应该是说当夹心饼干的时候最痛苦，就是当我家里面的那个每个月在割票的时候，啊，再加上我本身是一个抱死不要有的，我股票又输了，又不敢跟，又不想让家人知道。有的时候脸上挂满太多笑容，也许是因内心掉了好多的泪。谢慧如曾经这么走过，为了还钱她可以拼到一天只睡两三个钟头，对他们来说有钱赚时睡眠是奢侈的。而欠债洞口虽一天天补起来，后来考验她的却是子宫内膜癌。后的因果，谢慧如说，就当他是提掉人生的养分了。起码现在抗癌成功，一家人也从没泄气努力着。他说，前几年生病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我女儿，我本来是因为我只生一个，我跟他讲说啊，你就出去看看世界，哦，外面走走看看，看你喜欢，你要做什么你去做。体会的事情。
香美下，对他们来说，姜母鸭一瓢一瓢就如人生甘霖，承载有爱有苦，也有择善固执。尽管悲喜都藏在锅外，常来却还是甘醇有味。